非常非常的热情。谢谢大姐送上的红包，在此也要祝再次祝你身体健康，事事都如意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比唱的我尽量安排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二首歌呢，继续安排的这一首歌，可能大家对大家最近有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歌曲的话，可能会熟悉啦。来，送给大家一首也是广东歌曲，一首《爱的暴风雨》送给大家，多谢。怎样这大风吹，一直吹，吹呀吹，吹呀吹，眼泪竟然生起身。曾共对黑与空